What？ 啊？怎么办？脚在这里哦，我不进去了。对对对，我的中文书给我背做那个作业。中文书还在用，很熟啊。到台北，那现在去饭店吧，休息一下。导演，四电话见哦，拜拜。今天是隔离第一个早上，运动一下，然后等那个早餐来。这是我第一个早餐，然后最后一个早餐。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明天开始我就开始斋月，对，白天不吃饭。各位，这个饭店的早餐就是这样子哦，卡拉七包，这个是 orange， 然后这个好像是奶茶还是豆浆，或是豆浆苦啊，我不太喜欢豆浆，然后试试看吧，豆浆。不喜欢。啊？怎么办？走路时间。隔离的时候，如果你自己有这个 routine， 你自己的时间会过很快。那看黑牛了。黑牛来，我的中文书给我背做那个作业。中文书，我今天的网站就是这个哦。刚不要来的辣椒 ，Oops， 这是刚不要来的塑料。跟我说要做快筛，快筛的话我不太喜欢。Damn it！ 第三天没事。嘉宾今天去 Costco 帮我买一些东西拿过来，所以我今天就不要吃饭店的食物哦。我现在不能吃，因为还是白天，再夜日落我就可以吃的，很快下去的啦。一罐，我家耶。这个衣服我穿都不算裤子哦，所以不能留在下面了。晚上两点了耶，我起床，好饿耶。然后刚刚一点的那个电饭煲，等他来。这个羊肉也太小了。对，你看看，嗯，多比较好吃。这是鱼头，不错呀。现在已经要睡觉了，有穿戴舒服了吗？听说台湾新区的兄弟姐妹他们有送礼物过来。然后去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哇靠，超多的吧？哇，这个板子也太大了吧？对啊，工作人员也很累吧？可以拿那么多东西。我刚刚正在吃牛肉面，然后就碰到我这个衣服了哦。对，然后还好，饭店有给我们这个是衣服的哦。太爽了，今天在泡温泉，可是这个太小了，做了一半而已哦。脚在这里哦。对啊，我不进去了，太小了。我洗澡啊，然后拍拍啊，然后现在在用，很熟啊。我一个好好的干表朋友有出饭然后来送我，他叫阿米娜。阿米娜在那里哦，你好。哇，太厉害了呢！阿米娜做的这个是 jollof fries， 好像是牛肉呢。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炒饭，干表我们叫 Benachin， One Point 超喜欢这个。然后这个呢，好像是墨西哥的。阿米娜他以前都是做干表的而已，他现在在做别的国家的。真的好吃。不要大便当，不要吃。好，我来吃吧。我最后一个晚餐的最后一个晚餐的晚餐，明天呢最后一天，我要去做 PCR， 我不喜欢。吃便当吧，拜拜。台湾达人秀推荐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你
好滚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大人秀。